就可以了，这么简单。哦哦，知道了，水果会好好念的。嗯，纵观江湖，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背地暗潮汹涌，阴谋逐渐浮出水面，经历磨难的英雄儿女又如何应对？是就此屈服于黑恶势力，还是鼓起勇气拼死一战？单挑 BOSS， 用刷装备，防城 PK， 胜者为王。我不断的洗澡，油腻的师姐，暴动，干嘛了，兔兰哥哥？好了好了，我错了啦。啊，你说没时间重练了？好吧好吧，三色会练。第四章，蜥蜴，那是将我们三色交织在一起的会卷，敬请期待呀。15日晚至17日，我市出现罕见暴雨，全城积水严重。所幸18日暴雨就已完全停止，不过气象局仍提醒大家注意，未来数天内仍有可能遇阵雨，请市民们带好雨具，谨慎出行。接下来转到财经新闻。智能手机 iPhone 自上市以来，绝对性的设计感和性能优势在中国市场取得巨大成功。我们很荣幸有请到 iPhone 中国区总经理、总设计师文邹先生为大家详解这部手机的设计理念。那么文邹先生，关于这部手机。阿斯蒂的巴贝拉，1982。还不会让你们留下我一个。不会的，会在一起的，三个人了。
儿怎么说嘛，我最喜欢你们两个了，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嘛。没有，我们两个也最喜欢孟小菊了。难过，都会分开，最后肯定就只剩这样的结局啊。巧啊！那只是，你这大早上的问那么多干嘛嘛？自作多情，谁蹲你了？只是有点起早了，过来看看你还死着没。吐了半天，被老妈关了半天做卷子去了，没接电话，不好意思啊。幸灾乐祸，手机早上才充好电呢。哎，我一早上就在这等你，还不快给本宫跪下谢恩。给我熬了蜂蜜水。你个大男人的，一早上还洗澡啊？我现在可完全好了，哎，我回去给你拿点蜂蜜水带学校去吧。哎呀，我还是回去给你拿吧，用不了几分钟的。真的不用。上课的时候会痛吧？啊，有吗？真的吗？不要骗人啊！
个。上周真不好意思。怎么会啦，文职有什么好道歉的？因为那瓶葡萄酒大家身体好像都有点难过吧，虽然我知道是不太猛烈，但没注意到量，是我不好。没有的事，都是我们自己没注意喝多了，对吧？说两句话呀。哈，果然一大早上的，就别说前几天的事了。哦，对了，文芷带着这个超可爱的，对不对？胸针本来就很可爱了。别这么说嘛，文芝本身也够可爱的啦，可爱到想让人凑过去蹭，蹭来蹭去来着。对了，胸针的事还没有谢谢你呢，孟小菊，谢谢。那就不打扰两位了，我先回教室了。文芷，外球场，他怎么就走掉了？你和他最后分开的吧？他是不是？不是，那个怎么好当面问了？不会吧，不会，肯定不会，不会被他看到的。没，中午再说吧，反正要在一起吃饭的，走吧，先回教室。老板，奶茶，再帮咱大姐来一杯。
了，大姐一早上就直盯着咱校门口出声。没啥，看到个人楚门口一早上动都不动，心烦。啥？没长耳朵啊？没啥。说起来你们干嘛停手了？这么大耳朵姐怎么跟四哥说你们好话？那是因为大姐，咱们这边校长大公子插手了，不太好办了呀。得了吧，什么大公子，你们就是懒得办。看到你们这业绩，我怕是想给你们说点好话都没法掺和了。那还烦请大姐多多个锤子多，再去多搞点事情出来好不好啊？连个混混样都没有，我怎么让四哥多瞟你们两眼啊？是是，一会儿我们就去想办法，一会儿就去。哼，就这几天搞定，不然大姐我懒得浪费时间陪你们玩了。一身骚气还装什么纯情少女啊？不喝了，结账。是的。哎，老板，多少钱啊？踏进久违教室的感觉如何？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算起来你可是整七天没走进这里了呢。是吗？我倒觉得那些老师挺关心你的，这几节课不是每个老师都会点你起来回答问题，顺便续个寒问个暖什么的吗？啊，对了，文职，有个东西给你看。我说这都下课了，就别死抄笔记了，又不是不借给你看了。你看，秋城亲笔金传，未来意象派大师年轻时代某天为备考而做的全部手稿大放送，数量达20张之多。哎，别闹，你不是自己说要给他看的吗？别这么不好意思嘛，我还是特地在咱们班大扫除的时候想下来的，否则你的真迹早就失传了。可是你画出来不就是要给他看的吗？之前都不在那是没办法，现在人都来了不是正好吗？别这么说嘛，反正文职肯定会好好。不错啊。夸你的才对。说起来，这是一天画完的吗？秋成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呢。说不足的话，这几张形有点太偏了，其他的还好，这几张也很不错。总体的进步很大哦。等等，文芷，评价一下这张吧。临摹的挺好啊，表情和原作有点反差呢，是故意这么画的吗？那这张你觉得怎么样？用色很大胆，不过这会让人感觉有点混乱吧。那这张呢？这张用线就很肯定了，不过行走太歪了。顺便，这是画的谁呢？我们班的哪个男生吗？那这算了，
这边怕是已经断气了。没事吧？这个说到底有点怪啊。哪里？之前你不是最想要看他的这种画的吗？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已经是比他当年宣传画有趣好几倍的作品了。为啥你给啊？你说的也没错呀，之前最想要看的。是吗？还有整一周啊。这一周时间说不长也不短。哎呀，这不也挺好的吗？所以之后呢？不是说发完成绩的之后，是从今天开始的之后，这个礼拜的事情了。所以也没找他们商量商量吗？我倒一直觉得之前你自己那些事儿全是他们在给你出主意啊。哎，住手，君子动口不动。哎呀，偷偷摸摸的说啥呢？啊，没有，啥也没说。不会了，两个大男人待着干嘛？还不快点帮我们拿下，好烫的。哦，是吗？下个礼拜就出了呀，考试成绩。那得赶紧点，还有许多想干的事情呢。说，那个，一起吃饭呀，一起打游戏呀，去公园玩啊，逛街啊。不说那个了，文芷呢？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我，说好的一起去哪儿玩的吧？就趁这些时候，又凉快，怎么样？倒没有什么太想去的地方。是吗？你呢？是啊，你。那咱就等着你问我呢。那咱们就先吃饭，到时候再说吧。别无视我。游泳？是的，这边最近才建起来的超大的室内游泳馆，一般人可搞不到票哦。挺流行的，水是恒温的，根本不会冷。广告上还说要搞成这边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呢。好像感觉不错啊。而且设备好像蛮豪华的，场子也够大。
绝对可以好好玩一整天。怎么样，就这个周末去好不好啊？其实这个不错呀，赞成。哎，我们这个夏天也没有去游泳呢，是吧，秋成？对了，咱们还可以叫上吃果呀，好久没见他了。这个要和他家里人商量的吧？哎，没事没事，和他哥哥说下不就好了？万一不从，把那个外援揍到认输就行了。想什么呢？文芝肯定也要一起啊。哎，你自己前天可答应好了啊，我们三个人总是要在一起的，你现在别想食言啊。再说文芝身材这么好，穿上泳衣肯定特别性感。文芝家里有泳衣吗？是什么样的？两段是高叉，束胸款，都不是，比基尼。没有零，哎，你们干嘛？没事，这个稍微想起来还真是有点过瘾了。真正的绅士啊，要勇于面对自己心中最真实的一面，用最优雅的方式呈现给世人。日本啊，不是挺流行的吗？电车之狼什么的。话说他们俩感情越来越好了。是吗？我倒是觉得比以前更亲密一些了，起码比之前那样一上桌就吵架来得好。你们倒有点意思啊。我们三个人总是要在一起。啥时候你仨还去办家家酒了？你没当真？你丫的可是下周依旧不知道是去是留了，还敢和他们签这种不平等条约，不怕被你家隔壁的女流氓打死吗？所以要么是他一个人在自欺欺人，要么你们全都在。仔细想想真是可怕啊。喂，你鼻血。
所以啊，那三个人啊，挺让人担心的。那家伙要真走了，不只是文职，莫小菊他肯定也……唉，还轮不到咱俩担心他吧？那你担心担心我呗。我现在感觉我这单相思的命途真是多舛呐。你就自己王婆卖瓜去吧，非要去打赢不了的仗。我也是从一开始就挺佩服你的。不到最后谁知道呢？坚持就是胜利嘛。这越坚持，你的胜率可就越来越低喽。你们今天中午吃过饭了吧？啊，吃过了。怎么了？不只是你口里的莫小菊，文芷一大早都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仨之间可说不上正常了。起码在我看来，你的存在感可是越来越薄弱了哦。你的意思是，我连掺和进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资格都没有吗？你就得了吧。秋成那家伙放在上个世纪，估计能称上是好男人的典范呢。虽然时代变了，不过我也没看出你有什么优势了。我操，现在可是男坏女二的时代啊！像我这种高大威猛、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等等，这话题怎么越说越觉得恶心啊？知道恶心就别说了。只能说现在秋晨这样的男孩子太少了吧。那是，纯种的良民早就被欺凉霸占的给弄死了，剩下的全是咱们这种剑走偏锋的刁民了。别把我拉进去啊，我可不想陪你去派出所喝茶。再说这句话和之前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怕什么，大中午的又没人听见。所以过几天要交那么多东西，就咱俩人弄，还都是二年级负责。不然你倒是让那些高三的学姐们腾出点时间啊，耽误了升学率，你爸不弄死你。说的也是，那就这样吧，你去联系这三家，我去联系这三家，明天再来接头。哦，可以可以，不难吧？敬老院而已，有什么难的？又不是请偶像搭台子搞演唱会。哎呀，浑身畅快。话说，没问题吧？万一那个……咋了？买都买了，你还怕露馅不成？咱就是怕搞得有点过。搞不过，搞不过的。哎，你小声点儿，走走，放学再说。哦。咦，现在混混上厕所也要勾肩搭背的吗？嗯？什么？啊，算了，说到哪了？哦，我找这两家，你找这四家，哎，就这么决定了。哎。你这种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坏女人是不会爱的。是你，吓死我了。有事吗？可是，倒没有嫌你吵了，就是。
话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可是我还是第一次午休的时候来这里画画来着，而且只是一时兴起而已。我有那样的习惯吗？怎么了？干嘛捂着太阳穴啊？两个月过去了呢，我好像一点都没有进步呀，是吧？画画的事情了，你刚才在看我的画面吧？两个月来一点都没有进步的样子吧，一开始画成这样，现在还是画成这样，完全没有进步呢。不知道该从哪里长进了，有点迷迷茫茫的，是不是瓶颈期到了呢？这样练习还是不可能有办法的呀。因为不画画，不画得更好的话，我就没有理由待在这里了吧。因为要让自己变得更会画画，我才会出现在这里的呀。是因为画画才会坐在你旁边，才会认识大家的呀。就算是秋城，也是因为我的画才来和我搭话的吧。
全部。但是，你要找的是会帮你画画的人，而不光是性格不错就可以了呀。是吗？不过，如果那时的我不是因为画画而认识你，恐怕还真的比不过他吧。不过你也一直在进步呢，一直在练习，一直在提高，越来越厉害了。怎么才刚考完就不服了老师了？真记仇。你不也一直盯着我吗？这不是继续在说吗？这个呀，某个男生送我的生日礼物，羡慕不羡慕呀？羡慕吧，就不见你哟，气死你。开玩笑的啦，用起来很舒服哦，又厚实，质量又好，纸张也不错，还是我喜欢的活页。谢谢你。你这不还只是盯着我看而已吗？哦，还有傻笑。因为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呀，反正再怎么练也没法进步。不过，想两个月就有所突破的自己，是不是也有点想太多了呢？故事上都是那么写的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灵感一瞬间就来了，瓶颈期立刻就过去了，对吧？现实中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吗？是吧？大概两年了吧。好像不是特别惊讶呢。别傻笑了呀。所以我也在想，要不要就这样走下去算了，也许还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能让我突破突破呢。要不是
时间真的不够的话。啊，没什么了。其实你早上给我看的画真的相当有趣哦。抛开那些线啊明暗啊，你想说的话，想传给读者的意思，每一张我都能看懂呢。像我就做不到，就算是想到什么也没法画到画里去，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没办法进步呢。是吗？秋成，那几天什么也没说，就留你一个人练习，对不起啊。不过真的挺有效果呢，新方法。恭喜你啊，突破了你的瓶颈，那条路也找到了吧。练习啊，对了，之前就在想，是不是该让你练练这本书上的内容了。凡事都要循序渐进嘛。你要是想那么认为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啦。所以，既然你擅长的是1%的灵感，就加点99%的汗水不就好了？从现在开始的话，你也会一直进步下去的吧。一会儿放学，你就拿这个练练手，顺便等莫小菊，和他一起回去吧。秋成的想象力真的挺丰富了。我可从来没说过我能够和你一起等他呀。Thank you.
你生气啦？啊，对不起啦。云南那边好像还有大理啊、丽江啊什么的，具体也不太清楚啦。他说是取材，那就是出差了，大概到下周去了吧，没个准儿。也没多大事儿啦，而且你就当是搞忘了吧。点不着了，帮我看看呗。哎，煤气灶的火力烧不掉房子啦。那多不好意思。我说那多不好意思呀，总是蹭你吃蹭你喝什么的。而且爸爸妈妈又不在，我要是不代替他们做饭的话，大家中午不就不能在一起吃饭了吗？而且迟早不也是要学会的吗？那个独立生活什么的。总之先帮我看看炉子吧，不管我做不做饭，未来看到炉子坏了，老妈会杀了我的。怎么样？那咱们中午怎么办呀？啊，那个也是啊，不然点外卖吧。那个隔什么来着？啊？
在吗？算了。哎，你说，为什么他今天老躲着我们呀？是不是因为那天喝多了，讨厌咱们了？就是感觉有点怪嘛，你不这么觉得吗？哈哈，刚才太好吃了，就忘了说嘛。道理。啊，我，哎，是吗？也只是想偶尔成熟一点嘛，有没有一点像姐姐的样子呀？都不热。知道了，晚安了。真牛腩皇冠盖饭，没有啊，以前你不是经常点吗？突然感动的哭出来了耶。这份事
辣椒露酥马铃薯三合一盖饭。哎，你们谁要去拿啊？啊，是的，是的，你要吗？那就给你了。接下来，闻指你的。蒜爆银耳竹笋炒肉饭。谢谢。哎，这碗就是我自己的了，火山芙蓉，香香。芙蓉。那么最后一碗是秋城的。宫廷风青瓜长生果炒鸡肉。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了。来，给你。好啦，接下来是饮料。哇，每人一瓶。哎，怎么可能啦？当然有苦力陪着我啦。为什么今天要特意这样请我们吃饭呢？哎呀，别介意啦，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这么让我请一次，明天中午就各散东西吧。对了，明天和我一起请大家吃个便宜饭怎么样？理由？会感觉很开心呀，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感觉满满的，而且总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午饭了，所以就想好好的和大家一起吃一餐，就这么简单。怎么，哪里不舒服吗？哦，看你好久没动筷子。那个，昨晚那个电话也太晚了，今天早上才发现没接到，不好意思啊。那就两两扯平了吧。秋城，这家做的鸡丁饭好吃不？嘿，拿来给我尝尝。好、还挺好吃的呢。真的很好吃吗？很不错。我也给你加一块。谢谢。
真诚地告诉他心里的想法，他应该会很高兴的吧。可以委婉一点的话就更好了。小张同学还真的是很在意你的想法呢。唉，爱之深责之切。就是，人家小张又不差，长得挺秀气的，你们俩不挺好的吗？小张肯定也很可怜啊。我觉得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是不是先相处一段时间会比较好呢？我还没有，来不及啦，已经板上钉钉啦。啊？就当陪陪我和秋成嘛。不会游泳的话，我们一起在潜水区玩水球也可以啊。去啦。这
种人不参加也罢。当然我说的是游泳活动。就是和谐社会要敬老爱幼哦。也就是说，哎，外援你不去了吗？原来是花心大萝卜的类型啊。好的好的，最近这个快期中考试了对吧，不要太松懈哈。还有这个天气有点凉了，晚上温差大，注意添衣添被哦。好好好，我就再说一个事情，区联考成绩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放下来，但是现在有意直接申请保送院校或者画室的同学已经可以找出特报名了，到时候区教委会直接根据同学们区里的成绩发放一些推荐资格，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哦。今天也过去了呀，明天就是礼拜三了呀，时间好快。今天你要继续等他回家吧，很辛苦吧，就像提前几年就操心起了家事一样。感觉谁要是能和你一起生活的话，能省心不少呢。好像你都会把家事抢过来全都搞定啊，不过我是家务分担主义哦，虽然是有钟点工阿姨，我每天也会做做简单的家事的。怎么了，脸好红？有你在身边的话，他肯定会很幸福的吧。嗯，没什么了。好，以上几点还有没有问题？话说刚才答应给你晚上练习用的素描书。老师，我们中午确实是把它拿回教室来了吧。
那本书这是好像不见了。谁的计划书啊？嗯，素描书。是我刚刚去书吧的时候，这个书不是我的，在我的抽屉里。总之，先给老师看看吧。啊！你自己没看这书上有没有署名吗？嗯，怎么突然不吭声了？嗯，这什么东西啊？喂，这什么味道啊？好臭人啊！这上面粘着的是什么？我操！这上面怎么全是那个？好恶心啊！咦，这怎么黏黏糊糊的？一边去啊！别跌倒桌子上来了！秋成。真的，那就他妈刺激了。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是什么？你知道你说啊，是什么东西啊？那个，麻烦散开一点。放学，无关的同学，请赶紧回家。看到了，这书是文纸的。